热。我自己都找不到我刚刚自己的洞窟了。嗯哼哼，应该是这一个。你们有黄金吗？对，要黄金。啊，对。嗯，没有哎、欸。那就是我们要哦，有我的黄金了。可是要铁，要铁镐。我没有铁镐。我记得这一场有是很少铁吗？我看到铁了，我看到铁了，有铁，有，这场都是铁，有铁，我这边有挖到。我先挖铁，我先挖铁。我记得是下面有很多的洞窟啦。嗯，这铁超多哎、欸。嗯，等一下哦。记得铁是很多的，很足够的。嗯。熔炉，然后铁先丢进去烧，继续挖，继续挖，嗯，全部都镐子，我们搬出来，看到铁了，我已经挖到最底下了，嗯，有很多铁，有很多铁，洞窟才对啊，奇怪了，哎呦，我在洞窟里面，哦，我要找洞窟，你要看挖，它这里面有洞窟吗？嗯，有啊，已经有在洞窟里面了。好，往你那里挖，也挖到了。时间快到喽，时间快到喽。居然，时间快到喽。喂，听到最后一分一秒，我有四块铁，有我六块，我有14块铁。小心头上啊，没有，好，没有。我刚挖的洞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要不要先做盾牌？哦，好。我做了，我帮大家做了。我这里还有三个铁。TNT 红石，今天这次拿了。阿基盾牌，记得拿。好。TNT 红石哦，这次哦，来。好。哇。没事，不小心扔出来了。有 TNT 红石是不是？嗯。你先拿着吧。嗯。先烧个铁。有黄金吗？做个水桶啊！我先还没，我先做个铁镐、啊。我下去挖黄金。OK， 你做铁镐就下去。我们铁，我帮你收。嗯。欸、你们等一下走边边小心哦，我有挖沟、哦。哎、欸，你没关系，没事。原先铁镐做了吗？有，我有铁镐了。哦，好。被刚才被沙子小压了一下。嗯噔噔拿起小鸭，小鸭了一下。这里是哦，不是这边，是另外一边吗？这里被挖掉了吗？矿上铁。啊，反正你等一下收这个熔炉的好不好？好的，行。哇、哦，我的他的哦，书柜。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边一桶水下去，后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就不用担心了呢。我没有看到黄金，我、欸哦、看到这边有更多铁了。有，我找到他们没挖的铁矿了。我把这堵起来。我先去挖、哦。很多铁，很多铁哦。繁星的熔炉记得准备、哦。哎、欸欸欸，还在烧。时间差不多喽。到。好，我收了。你可以哦，来不及了，我可以做个铁镐。哦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给他在里面爆，在里面爆。还有几只，再举一只。哎，外面还有。OK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哈气，你要的东西在我这。可以给我铁镐吗？我给你铁。不光。没有，他在我们头上，啊。我这边再烧一下。我再去挖铁、哦，我们可以做好做两套装备。好，这一场的那个箱子也要记得找一下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是有枯工？枯工不在我这。枯工在这。哦。16个。那个箱子应该在上面的哦。我继续往下去找铁哦。好。感谢订阅。哇！摔到了，我这个一定是摔到的声音。有水流，不用怕。摔倒了，好痛！哇，这里都是很多很多的铁，痛啊！我铁镐，所以有黄金，我可以挖。好，
的时候挖到更多铁。可以可以，挖到更多铁，还有黄金。哇，你那里的洞是不是比我们这里好啊？它洞好像是一整条是连贯的、欸。你说矿物连起来 连在一起啊？不是矿物连在一起，它的洞窟是连在一起的。哦，一整条是连在一起。完全在挖矿游戏啦、嗯！真的，我找到你这里。嘿、欸，黄边旁边有黄金哦，旁边有铁，这里有铁跟黄金。对你后面那边还有个黄金哦。好好好，好，我等一下挖。行。嗯，反正找不太到东西了，可能被我们挖的差不多了吧？有没有找到钻石啊？我们都没挖到钻石哎、欸。No。No。拜拜，就等一下可以多几个熔炉烧一烧。哎、欸，我做啦、啊，只是没有碳了，就直接拿木头。要交换喽，要交换喽。好，好了，说好了。好，有没有什么呢？有没有什么呢？举个盾哦，举盾喽！合力吧，合力吧，合力吧！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没听，在哪里啊？我出来看看。有人在下面呢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！下面下面。哦，在那个有个洞窟底下。啊，你们把铁扔出来，我们弄。好好好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这边这边。这边哦，赶紧熔炉哦！我旁边烧。下面还要再继续挖吗？感觉没什么矿了、欸。就看你们的想法。哎、欸，这次箱子谁拿？我还没拿，在哪？应该在这边。等一下我来。哎呦，应该这里。啊，小心哦！喂喂，哦，不是哎、欸。所以还没找到是不是？还没还没。嗯。箱子大家有看到吗？还是我们这边上面的啊？感觉是那边，我再找找看，我再去。有没有荧光石啊 ？No。哈记，你需要褐色蘑菇吗 ？No。哦，好。猪人蛋，猪人蛋还不错哦。什么？活塞？银杏活塞这能干嘛？药水，我这边弄三瓶出来了。好，拿的。哎、欸，治疗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刚刚忘记放线放，我、哦、啊，顺序错了。你没有放疙瘩吗？对，刚刚忘记放疙瘩了。哎呀。喝掉重来，给我喝掉，丢掉就好了。烧烧铁，烧烧铁。哦，你是要那样恢复药水喽？恢复药那个地狱幽灵眼泪，金西瓜我记得也是啊。像金西瓜是治疗，它是治疗，立即治疗药水。因为没有眼泪不是吗？嗯，有啦，现在药水有了，可是。先一人一瓶吧。要香精西瓜的话，我们有西瓜也有黄金。目前是隐月衰来，隐月在哪里？我在地洞，我在地洞，等一下再给我。好，等一下先打掉。他们也来，他们也来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有点太多了。3、2、1，哇！我水桶没了，哇！我挡着，出来！旁边，哎呦，有小子的跟着我，打他！我盾牌不敢放下，喂！快跑！出来！血莫名有被打到很多。都出来呀、啊！有治疗师交给我。好。他们去找你们了。我挡住了。小心，他从旁边走。好。这一轮的箱子可以找找看啊。
好，他们还在红石砖跟活粘性活塞，这没有吧？看什么啦？这是猪人，不是啊？嗯，哇！我的铁装还被打得稀里哗啦，我帮你们做铁装。好。好，那这中间那个熔炉有黄金，你可以再拿。好。嗯，需要一点水。他们都在中间哦。哎、欸，还在我们这边有一只。还在气吗？还在气吗？好像没了哎、欸。而且我们这边有两只哦，两只什么？猪人。没关系，我在吸水，我在吸水。我给你装备，你后退一点就可以了。你要水，我这边其实有水桶是吧？嗯。哎。这两只应该是不气的吧？两只猪看起来不太气啊。两只猪就是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哦，靠！嗯，香精西瓜，怎么这里？哎呦，怎样？摔到了，我摔到了。没关系，我有这里有水。又摔到了，我又摔到了。黄金还需要的黄金？我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进在哪？有的。阿基，我要喝水。喝水，好，这里。那就给你香精西瓜跟裤子哦。OK， 有了有了有了，荧光石，对啊，正常比较不会取得的。Okay, 哇，我要换一个新的盾牌了。还好还好，这场铁还 OK， 我们铁还蛮多的。这铁已经用完了，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哦。好，好。杜鱼杜鱼，哎、欸、是杜鱼啊、哦！哇，枯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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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枯光。哇哦！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，趁现在出去，趁现在出去，趁现在！哦呦，他们有，那我放的啦。哎呦，走左边，走左边。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了。这边有洞，这边有洞哦。那我那是我的，对不起。杰克心理学吗？对。我先去找箱子。好。哦，居然会死掉哎、欸！你们小心窟窿哦。行。OK，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觉得这一轮我们刚刚没有拿到杜鱼吗？放些什么？没有看到哎、欸，他们也没有杜鱼啊，是那个中介满的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可是，哦，是中介满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杜鱼的话是那个啊，淡淡的那个砖头、嗯，淡淡的。刚刚有看到哦，好像在很上面，在上面吗？你要垫脚石吗、嗯？我有很多垫脚石，我有我有，上面那一个吗？对，我上去。看看这轮可以放些什么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、欸，要再找一下啊。所以是门口那些的咯，门口那里好几个光柱。好、哦。我面向右边啊。不光在看我。说上面吗？门口那边有一个门口的那个左边的上面嘛、啊，嗯，哎、欸，上面的都不是，上面的都不是，对，应该都是门正门口的。下面那一个吗？对，都应该都在下面。有有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铁轨跟哦，所以是正中间喽。那就是旁边那一个喽。那、啊、正中间嘞，摸一下看看。半线沟，红石，没有了吗？好像是新的。红石。